宜兰最近爆发大雨时，又突盖伦事件，大雨时政府政策法果然被变作焦点。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屏东科技大学团队合作，将开发台湾次级的大雨时政府快测技术。经过十年的大病，总算研发成功，也逐渐商业化使用，提供食品和农产品大雨时政府快测的服务。显微镜做观察。去年突然乱事件，在被引起的食安风暴，轨道同路压闸、燃油桥、神山闸同供应商，爱提出带二线检验合格的证明。但是传统化学检验费时间又珍贵，变作给农同压闸的负担。啊，应该是60万到100万跑不掉。当然，这个技术要付给国外公司的部分。为操作由韩国近期的检测方式，环保署对2000空半年开始，同国家卫生研究院还有屏东科技大学团队合作，经过十年的努力，共同开发出台湾这家有的富氧重工测带二线技术。利用激发光去激发它，让它产生绿色荧光，那让我们可以去判定的判定我们这边样品是不是有进行转染成功，才可以做一个单一性的检测。学家表示，亚投带二线生物快测技术不单止得到澳门同美国的专利，今年韩国推广到商业化的使用，成功替台湾提供韩国小又快速又到适合大量试验的方式，进一步保障台中的食品安全。下届新闻潘胜旺评论报道。